玻璃殿的年度盛会玻璃会会展将在这礼拜六11月30日盛大的举办。今年玻璃会展将玻璃传统产业、美食小吃以及文创 DIY 体验结合玻璃会会，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。玻璃殿公所召开活动记者会，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到玻璃体会会都的特色。精心编排美名会舞，宣告今年大玻璃会会展盛大展开。11月30日到12月15日吼，除了讲特色的花之外吼，啊，佫有咱的特色的一挂农产品啦吼，啊，是讲咱假日的时候拢有这个多肉植物吼，啊，每一届拢有两场的 DIY， 而且咱的这个普里吼，即届嘛做一个足大型的这个公仔伫遮吼，啊，要供大家来拍照吼。展览区正伫赶工进行布置，今年度玻璃会会展以花鲜好店为主题，主题区以会艺结合产业，呈现创新的美感，毛将农产甲会艺结合，打造出全新的亮点。苹果加上花，所以这样子送人家，人家就会很特别，很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是生姜，生姜本身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再加上花，花跟农产的结合。除了主题展览区，也有户外布置区、在地特色花卉专区。玻璃殿公所今年再度邀请台湾网红黄庭为担任代言人，希望扩大行销推广效益。然后我很高兴可以利用我的力量，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埔里花卉节的美好，还有埔里当地的美食啊，或者一些景点啊、观光。我很期待到时候呢，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在这边的经验，然后在社群上面分享给我看。其实玻璃的花吼，其实啊，不管是切花啦吼，啊是讲做百合啦吼，啊是盆花，啊是兰花，其实各种特色拢有吼。啊，透过花来展现吼，啊来啊结合咱的这个观光，和咱所有观光客的这个人潮，会当来玻璃了后，啊会当来行销出去。除了令人惊喜的花艺主题展示，在11月30日到12月15日活动期间，假日拢安排小农、文创甲美食市集，要 DIY 体验活动。花卉主题展览将展出到12月29日，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甲玻璃体验一场无同款的花卉盛宴。记者王昭胜采访报道。